好像有个人呢、啊，不知道是不是也要到那栋别墅去。哦，是鸭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柯南虾人手法系列的搞笑节目。感谢大家上次的点赞，所以我们先来选手法。想看红衣女事件让西红柿瞬间漂浮起来的手法，安排。想看安室三明治的秘方做出来是不是真的那么美味，安排。老规矩，点赞过万，你的评论我来码。最近呢，我看到大家在疯狂的叫我女装，女装。我们讲道理，大家在屏幕上告诉我，像我这样的硬核猛男，他女装是合适还是不合适？再看看我这胡子，你们觉得那画面能看吗？我就浪着一次。我最近五条视频啊，点赞最高的是7.4万，如果能比他还高，那我就双手投降女装。其实这一期手法呢，看起来并不是很难，就是拿一个充气假人化妆一下，然后抱着一个头呢从窗户外面飘过。当然以我的经验来判断呢，这个道具制作呢肯定并不简单。案件当中的犯人把芝加子小姐的头藏在自己的衣服里面，装作是肚子。先来看一下这个场景在现实当中究竟会是一个恐怖场景呢，还是一个搞笑场景。哎，好久不见啊！这个是最近长胖了，肚子有点大。我们讲道理，你觉得这个样子看不看得出来？我要先吐槽一下这个反人类的帽子，它戴起来居然是这样这样的，垃圾。这个手法是一个非常戏剧化的手法，线的长度，控制人偶的朝向，每一个点都是难点。对我个人而言，现实当中看到这个场景呢就异常的假。喜欢视频